咁咧，而家有個問題就係話，有人咧就話佢跟從世界嘅呢個世界觀啦，於是咧佢好難進入到神呢種價值觀，因為神呢種價值觀實在喺好多人嚟講係太高超啦，因為咧好似放低世界，哇！跟從耶穌係好似好超世啊，即係超越呢個世界嘅嘢咁樣。咁我嚟講咧，我從聖經同埋從個人經歷，我發現一樣嘢咧。神的價值觀是絕對幫到我們今世的，即是很多人就以為信耶穌就幫來生，他說我今生要錢的，我今生要什麼， 我今生追求這些，我第二時先做神吩咐的，但我發覺呢，神是祝福今世，在今世的祝福的，即是今世當我們去聽神話的時候，神的祝福就臨在。所以呢，我們可以問他了，最簡單的事，神做啲嘢食好唔好食啊？好食，好食喎！同埋我好欣賞神喎，椰絲有椰絲嘅味喎。尋日我太太買咗椰絲包俾我食，咁咧就椰絲有佢嘅好味喎。啊，芒果有芒果嘅味喎。啊，呢個紅火龍果有紅火龍果嘅味喎。香蕉有香蕉嘅味喎。即係我見到呢啲都係。其實神的好東西給我們享受，但很多人就不會將這些東西當作神的東西，但這個是神創造的，還有神做的太陽啊、雨水啊、雀仔啊、花啊，我見到很好的，還有神做的人都很可愛的，你看看周圍的是不是很可愛，即是一個人愛神呢是很可愛的，眼睛明亮，眼睛有神，懂得笑的，懂得祝福人的，是不是很好，即是其實我們可以看看人的好呢，我都享受神的，即是我說你看愛神的人，我們感謝主，我們這個教會就推動愛神、愛人、關心人、憐憫人、為人禱告，出來的人即是 Alicia 都分享，她說來到這裡就哇很多個，雙真、平順、Rachel 個個都會關心她、幫助她、甚至說你添、Phoenix 又幫助她，她說她都不認識我的，又走來幫我，她整堆都幫我的，咁呢個咧就係話，原來一班人愛神咧係好可愛嘅，所以咧你越愛神咧，你就遇到啲可愛嘅人啦。你又雖然有啲人都唔可愛，但係總有人可愛嘅。咁呢個就首先第一種嘅祝福啦，就係我哋所遇到嘅好多好嘅嘢。咁而另外咧就係嗰個生命嘅提升啦，有喜樂啦。嗱，我以前細個係講嘢啦啦咳咳，因為屋企人唔係鼓勵我哋講嘢嘅，同埋咧係。害怕，因為我後母離咗之後咧，就鬧交，屋企鬧交啦，打啦，所以我係發惡夢同埋夢遊嘅。但係神醫治我喎，即係神原來嚟到咧，係提升我嘅生命，讓我能夠有喜樂、有平安、有力量、有智慧。即係神真係凡事祝福並且開路嘅。咁當佢明白嗱，首先如果從理性嚟講，你信唔信有個神創造？嗱，如果唔信咧，如果唔信，我有網上有。證據，無論從神的預言啦，可以經歷神啦，同埋咧科學證據啦，都證明真係有個神嘅。咁既然有神啦，聖經又證明係神嘅説話啦，聖經咁多預言啦，咁神係咁可靠嘅，咁佢又應承祝福佢嘅人，咁神係咪會祝福咧？咁啊真係好多見證喎！嗱，大家你有經歷過神祝福嘅，你覺得神祝福好大啊？你聽你舉手話，哇個個舉手，咁就即係點？即係神真係好多祝福。既然神是祝福的，他又有能力的，所以行神的路最穩妥。好了，對比跟從世界有沒有穩妥呢？你可能被人出賣，可能被人騙，你投資很多錢可能蝕了本，你可以你所有的東西可以沒有，其實是沒有穩妥的，即是在世界上沒有穩妥的。有些人說我都要做工，是啊，我都要做工，但你做工的時候你倚靠神，神就祝福你，你呢說話都流利一點，你見工都容易找到工，你做工呢更多人請你，都是一個基督徒會有的東西，因為基督徒有愛心又肯做事又勤力，是人喜歡請的。那這個呢就是神可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各方面的祝福，那所以這個就可以逐步引導他，就是說既然神可以真的生命中祝福你，想不想試一下給神去祝福呢？這樣因為他跟從世界的價值觀，世界的價值觀是什麼呢？世界的價值觀就是我要賺錢，我要什麼成功，但是包含了什麼呢？競爭的規則，
你唔夠人競爭係冇得傾㗎，即係你唔夠叻係冇得傾。但係我哋有神賜俾我哋額外嘅智慧聰明，可以學得更加好，做得更加好嘅。咁呢個就係神俾我哋嘅幫助啊！信耶穌嘅人係更有喜樂、有平安、有智慧嘅。咁呢個就係可以被提升嘅。咁所以呢個就逐步逐步引導佢改變咯。